就是整个俄罗斯防线在顿巴斯地区，他们几乎面对的是相同的情况。那乌克兰知道当面俄罗斯的防线是长这样，防守兵力是不够的。然后比如说我选定了一道防线，假定这是利曼，那利曼在防线的正中间，那你的兵力不够，所以你没有办法在每一个点都有足够的防御密度，所以他们会先派侦察分队去看，去测试你的哪些地方防御。那他们现在找到的结论就是，通常俄罗斯防线的两翼是最薄弱的。他说：“我想说，所以理论上你上次讲过，就比如说它是一个单位，它应该是这样，然后下面又有比如说这是一个旅，然后另外一个旅应该这样，它其实都应该绵绵的把它接起来。对，就是其实如果一个标准的话，就是这个旅的正面，它旁边应该还会有一个另外一个正面。对，但即便旁边有一个旅的正面，在大家兵力都不够的情况底下，也很稀薄、啊你会把兵力集中在主要防御的正面，你的两翼就。”这是我们讲的，就是衔接部位，你的单位衔接部位之间是最脆弱的，所以乌克兰他们就发展出这样的打击的方式。这种打击的方式我们从比如说在195那个方向，195就是这个正面嘛，那巴拉基亚就是大概在这个位置嘛，所以他打巴拉基亚你是没办法救的，因为当他开始打的时候，你的前面面对的是佯攻啊，所以你被盯住，你是动不了的。然后他有时候会视情况，他不是只攻你一个地方，他会有两翼的佯攻，而这个佯攻他会随时看方向的发展，这原本在中间施加压力就会加到你的两端的另外一端，所以防线就会很快被撕开。所以他的意思，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你之前前几次教我们的课，就是说，正常来说，一个俄罗斯防线应该是它可能它的密度要维持在一定的标准门槛之上，然后守一个正面，然后旁边要有其他单位一个单位这样连下去。但现在俄罗斯兵不够，所以它变成说要守这么长，就它变得拉这么长之后，一来它门槛变得很低，防守的密度变得很低，然后旁边又没有友军了，它就变成这样子左右这样动开。它然后俄罗斯在这边又不是用。一般美军常常使用的动态防御，动态防御就是我会集结一支预备队、对，我会集结一支预备队，当哪边有问题的时候，我会比攻击方多更多的兵力去堵住你。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一支预备队的话，今天乌克兰的角度来说，你一条防线已经这样展开了，那你在这个防线这个点，也许它只有其中这个整个部队的十分之一，那我就把我五分之一的部队拿去打你，就等于是你两倍优势。对啊。那如果你还有预备队的话，你就会来堵我，但俄罗斯也没有预备队。对，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他连去进行这样动态防御的能力都没有，所以他的防御现在就很简单，就我们知道赫尔松内线这么薄弱的兵力守了赫尔松反攻这么多坡。那他最主要依赖是什么？他最主要依赖从克里米亚起飞的俄罗斯空天军跟后面的炮兵。那炮兵在前一段时间不断用海马式攻击弹药库的时候，炮兵的弹药其实就已经很吃紧。那这是一个。再来是这两天赫尔松的天气不好，克里米亚起飞的俄罗斯空天军没办法对地面做支援，就这两天天气不好就出大事。因为他的防御就很简单，他已经没有机动预备队可以来进行防御，他只能靠从克里米亚半岛起飞的空天军，或者是前线陆军的战术空军的直升机。但为了安全，这些直升机都是在更后面的位置。可是空军支援他就是靠天吃饭。那这几天赫尔松一带的天气能见度很差，那你就没办法对立。那这样被突破是迟早的问题啊！你前那人家在持续积蓄能量，我看你飞机来，我退。对，但我能量是持续在增加的。对，因为什么？因为也许乌克兰他在这整段的兵力加起来是没有俄罗斯防线来的多，但是你要想，你的兵力是分散在这么长的正面，那他集中的兵力，我不需要在整条防线的兵力比你多。但是我只要在这一块的兵力比你多，我就赢了局部优势就好了。对，他只要创造出局部优势就好。那这个就是
俄罗斯现在很为难的，就是因为它已经降到防御的临界值之下。这个我们看俄罗斯的超点里面规定，就是一个15公里长的纵深，一个15公里的纵深，那它60公里宽的正面，你应该有多少部队？但事实上现在可能十分之一都达不到，但它还是必须要守。那之前为什么可以？之前就是因为乌克兰被新败嘛，嗯，就是乌克兰被打到，没有能力思考，没有能力去规划一个反击。可是你在谢维尔斯克放他回去，再加上之前几个月在英国受训、在波兰受训的这些由外国军事教官训练的部队慢慢回来补充，就他很快就满血又恢复了，就是很像牧师念念咒语，所以原地复活。可是你还是一样啊，俄罗斯还是没有变啊。对啊，因为乌克兰复活的很快啊，俄罗斯呢？对，因为你除了没有新的兵力加进来，那你还有合同兵不断的退出战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要动员了？为什么要动员？因为不动员，你这个仗是打不下去的。这就是很简单，就普丁是不想要动员，因为动员会影响国家生产力，牵动的政治层面，但他还是被迫要动员。那这个问题是，那你现在动员，为什么你不在六月份的时候就动员？嗯，对，为什么？他台面下一直在试图和谈，因为他一直认为这是一个特殊军事行动，所以他想要把战争局限在合约兵的范围。那但是后来我们知道，在六月份、七月份的时候，其实俄罗斯就已经暴露兵力不足的问题，所以他们那时候才定了非常高的奖励，然后鼓励从军嘛，就是一些退伍军人的回忆，所以就是现在的第三军团。就是每个州，那时候要求每个俄罗斯联邦的州必须要出一个营的兵力，但其实都没有满额，都没有满额。所以老师说，这个就是更细部，从刚刚这个概念，然后再去细部讲，这就是所谓局部优势的部分吗？对，就是我们知道乌克兰就很明确嘛，他针对你这条防，就是刚刚的防线，他会给你的正面压力。他会不断的佯攻退，就是他会不断的去测试你的防线，然后你可能打一打就退了，你就很开心，因为我成功的阻挡乌克兰的攻势。但其实他就是佯攻啊，他只要把你留在这个位置，对，他就是把你的兵力盯在这个位置，然后他就是挑两边的侧两个侧翼的一边，或者是两边同时，然后他又用很快的方式去渗透进你的。防线为什么？因为其实对付这样子的攻势最有效还是空天军的前线支援跟炮兵，因为俄罗斯炮兵实在太可怕。但是你一旦切进去那阵地以后，你炮兵就很难轰，因为你会轰到自己人。那空天军也很难瞄准，因为如果你没有很高效的地空联络的方式，你很容易炸到自己人，所以基本上就废掉整个俄罗斯防线最重要的两种武器。那你一进到这个阵，一突破这个防线以后，那你知道这个防线现在薄的跟蛋壳一样，所以他也不会理你防线上面的，他不会积极去处理你防线上面的东西。你也走不了啊，对，你也腾不出手来对付我、啊。他会往这个防线的后面切，所以你这个防线马上就会震动，因为大家会怕包围，所以不管。你能打还是不能打？东西丢了就往后跑。哦，对，所以其实很多我们看从巴拉基亚到利曼，包含现在赫尔松，其实正面交火的情况都不激烈，但俄罗斯都必须要跑，因为他们有被包围恐惧症。我就知道你的，如果我知道你的兵力很充足，你后面有预备队，或是你的防线纵深，对，我就不敢切。但我现在知道你都没兵了，啊、所以我就直接切后排啊，就切，然后你就只好一直退，一直退，一直退。这就跟我们打篮球一样嘛，就是你前面就是你的中锋守的很紧，我实在没办法。但是我知道你的，但我还是必须要用我的中锋去跟你对啊。或是说我只你有你，即便只有一个很厉害的中锋，但你两翼的防守很弱，我就一直走后门啊。对，我就后卫就一直切你的后门，一直切你的后门。那你的中锋很猛有没有用？那你的两翼根本防不住啊！现在的情形其实就有点像，就是
你的正面就是你没有办法，因为正面受到压力，你必须要有足够的力量去抵抗。那你也不敢去赌说，万一这个不是阳公，这是主公怎么办？哦，对啊，因为千变万化。那总的来说，还是你的兵力不足。如果你的兵力是足够的，那你就来打、啊。对，你最好冲进来。对，你最好冲进来，你冲进来我就把你吃掉。为什么？因为一个标准的就是我的防线被突破，我前面都不动，但是进来的部队其实很脆弱的，它是很容易。如果你有一支机动防御的部队，是很容易把进来的部队就直接吃死在防线的里面。前几波在赫尔松那边就很多是这样子啊，然后看起来都好像是你就进来，我让你一直冲进去，然后乌克兰就会宣称自己夺回什么村庄，他马上被关门了。对，那现在做不到了，现在没兵了。现在没兵了，就做不到。对，因为这个其实就打到这个情况，其实俄罗斯的防线的问题其实很清楚，他就是前线兵力不够。如果他前线兵力够，乌克兰这样的玩法是玩不起来的。所以我想问老师，这可能问的比较远一点。那就算好了，我们现在时间快转到45天之后，那就算动员兵来了，那要怎么样去守这个防线？先把人补齐吗？先把人补齐。这你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退到一个你现在的人数可以守的地方。为什么？因为你还是必须要有前线。这个前线在哪里不重要，但你必须要有前线。为什么？因为你要有前线，后面动员来的援兵才有地方打仗。你不能连前线都没了，那你动员来就来不及。所以就他原本是一个，就算他是一个扇形，然后你原本守这么长，那你就是一直说，就算守那个点，你也要先守那个点。对，你要守，就是我们可以看，就是接下来俄罗斯一定会不断的收缩他的防线，但不论他如何收缩，他一定是一段一段一段，因为他最后他还是得要，他会收缩到一个他足够现有的兵力足够可以守得下来，因为你守一个这么宽的面，跟守这么窄的面，那个战力就有落差。对，就是乌克兰遇到的防御抵抗强度就会不一样，所以他一定还是会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站稳脚跟。现在掉多少都不重要，但这一块只要有，接下来他后面投入的兵力，他就有一个立足点可以继续发展。嗯。